金羊靠七分钟搞定瑶瑶。瑶瑶跟金羊交往已经快四年了，但瑶瑶却自曝一谈恋爱自己就会变成暗黑郭书瑶。其实我对外脾气都很好，可是我对男朋友脾气真的都很不好。历任，我觉得我可能历任有的劈腿啊，有的离开，都是因为我脾气太不好了。那金羊是怎么驾驭瑶瑶的坏脾气呢？原来靠的就是这三招。第一招，吵架前要抱抱。通常要吵架时，金羊都会主动抱他，让彼此冷静一下。但是万一真的吵起来，那就用第二招，吵架不能超过七分钟。生气不能超过七分钟，他都想跟我讲。他说什么心理学上讲说，生气超过七分钟，后面的气都是假的了，只有前面七分钟是真的生气，后面七分钟都是假的。然后他就会留七分钟给我开始计时。如果气还没消怎么办呢？金羊的最后一招就是天外飞来一笔，他会突然说：“我觉得你现在长得好可爱。”就是你知道你在生气的时候，为什么他突然讲一个这个？就这三招大家可以记下来，另一半生气时就拿出来用吧。一周刊，我们就是吵架都会要先抱抱。报道。